会一直在这里等你。田宇，田宇，啊，怎么今天想起干家务来了？我昨天晚上睡不着觉，就把家里整个打扫了一遍。啊，今天有个律师会，文件你都看了？我都看了，一会儿我打扫完了就去叫你们，一起走。哎，好。吴总，您那个昨天砍的，吴总，这是我您昨天本来跟您前夫妻离开之后，吴总，您是因为寒假留下来的吗？你们吵架了吗？秘鲁公爵要失宠了吗？哎，吴总，我先走啊，一下。这太不像话了。这拍的不错呀、啊。你被人设计了。我知道。你是想要干什么？想要报复我是不是？您看，您让我留下来，我就留下来了。关于立信的欠债，爸爸的死因，我都会查出来。您就别过多参与了。你怎么查呀？我自有我的处事方式。您就在家等着好消息吧。好，我等着。妈，您觉得一直这么对胡鑫，您不觉得内疚吗？我不喜欢他。胡鑫一直在证明了他的优秀，他错在哪儿？他错在他时时想要跟你竞争，他错在他处处想要代替我儿子的位置，这是一个任何做母亲的都没有办法忍受的。您到底想要什么？我只想要一个能够让我儿子生活幸福的媳妇，哪怕他出身贫寒，普普通通，我最不想要的就是时时想要跟我儿子竞争的女强人。看来你是不愿意在我的面前醒过来了。我要去跟律师开会了。你继续睡吧。28个小时，能治疗吗？其实啊，他在美国一直接受心理治疗，他已经有2年没有发作了。就是因为吴总没有如约去机场。你别看他平日凶巴巴、很骄傲的样子，其实那都是伪装。小巫婆，你来这儿干嘛？你来这儿干嘛？我来接胡鑫他们去开会啊。你该不是又来刺探军情的吧？你才是商演间谍呢！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我不是。哎，你怎么又……哎，又来这个？松手，松手！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看你是个女人，我不跟你计较。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不是商业间谍。你不是谁是啊？你给我等着，总有一天我把这个人给揪出来。好，我等着。你。
哎呀，不是说了好好说话的吗？又动手又动手，真是。我怎么就不能好好跟他说句话呢？有名的娱乐记者了，是成功人士呀！谁啊？文件没看，应诉的文件我们都准备好了，你不用担心，再休息几天吧。吴素云那么狡猾，他肯定会留后手的。我明天就回公司。那天韩笑说的话，你应该都听到了吧？听见了。他不是骗你的，他有他的难处。这还不算是借口吗？你还是不能放下。其实我这次来中国主要的目的，就是带你回美国的。电信垮台了，我就回美国。莫妮卡，你别发疯了，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报复吴所为，我不能让你拿我的公司去冒险。电信垮台你也不吃亏啊。你必须想明白，他要的是什么呀？如果你想要吴所为的爱，那你现在就去找他，放弃华城，加入立信，跟他并肩作战。我早就不爱吴所谓了，我对他只有恨，还有妒忌，对韩笑的妒忌。Jack， 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？对不起，我就是那个最了解你的人。滚出去！你现在的情绪不稳定，我们明天再谈。这个戒指，我会一直为你保留。为什么我想要的从来都得不到，得到的却不是我想要的？
你今天为什么突然要见我？我想让你帮我调查两个人。谁啊？吴云翔和安妮。我和立信的人都不方便出面调查，两周之内给我结果行吗？难道你怀疑胡云翔他就是安妮的秘密情人呢？是不是你都要告诉我？你进来的时候看见门口那辆红色的车了吗？这是车钥匙。两周之内出来结果之后，这辆车就是你的，归我了。真的？嗯。我真是托了韩笑的福，短短两个月，我就从没房没车的屌丝，变成有房有车的白富美。哇塞！哇塞！真的是太好了，韩笑啊韩笑，你没有想到背后捅你一刀的人居然是无所谓吧？我只是曝光了你的新闻，他觉得我出卖了自己的灵魂，跟无所谓一比啊，我这点事儿算什么呀？哼，试试。韩笑，钢琴有了，可是没人会弹，大家都盼着你回来呢。汪汪决定不再当保姆，你若是想继续住在汪汪家，就要干家务睡沙发。另外汪汪最近不想吃骨头，所以离汪汪远点，否则汪汪会咬人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天下商旅隆重邀请到的是立信的总裁吴所为，大家和他的女朋友韩笑小姐，欢迎他们做客我们的节目。韩笑老师真漂亮。是啊，好漂亮。韩老师有了男朋友了还会回到我们草原吗？韩老师男朋友真帅，要是我有这样一个男朋友，天涯海角我也跟着他。不是啊，江城那么好，他肯定不会回来了。韩老师现在是大明星了，咱们这里他看不上了吧？肯定啊，当初他就不应该让他去江城。是啊是啊，他要是不去江城，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都不要乱讲话了，韩老师一定会回来的。哎，码头。哎。我说你从哪儿搞来这么多钱？你是天上的有钱人？这就是公司的宣传活动，都是假的。韩笑，你要是不想回来，你就别骗我们，你别骗托雅嘛。你就是个蛮牛，什么都不懂。喂喂，我这。我们的诉讼已经提交了法院，明天就会有结果。希望立信知难而退，不然我可真的没有什么办法了。我爱韩笑小姐的天性纯洁善良，韩笑小姐就像童话里的公主一样温柔而美丽。我觉得吴总非常的成熟稳重，很吸引我。其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看到了，韩笑小姐迷人的笑容吸引着我，而且我相信所有见过韩笑小姐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，她的自然清新是令人着迷的。韩笑小姐的微笑是世界上最纯真最灿烂
最吸引人的微笑。我去找杰克。别去。你们还没和好吗？我们只是工作关系。其实这些年，杰克一直……连你也要管我的生活吗？托雅，托雅，驾驾！托雅，你干嘛去啊？托雅，托雅，你到底要去哪儿呀？这是？去江城。去江城干嘛呀？找韩老师。你知道这离江城有多远吗？啊？你就走着去啊！我不管，我就要去找他。哎，这，哎，托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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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跟码头叔叔说，你为什么要去找韩老师啊？啊？别哭，别哭，别哭。我觉得韩老师不会回来了。不会的，谁说的这是啊？韩老师，他说他顶多去一个月，顶多三个月。可是时间一变再变，现在变成一年了。草原人说话算话，可是韩老师说话不算话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托雅不哭，不哭啊，不是这样的。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伤了学校，害死了妈妈，逼走了韩老师。托雅，不是这样的啊，不哭了啊，不哭好不好？跟码头叔叔回去，不哭了啊。托雅，以前发生的事情呀，都不是你的错，这是老天爷对你的考验。人的一生啊，要经过很多的考验才能得到幸福。我问你，你能经得起考验，成为我们草原的骄傲吗？我能。嗯，好孩子。可是我害怕韩老师他不回来了。哎，我跟你讲呀，天气凉了，大雁要飞到南方去过冬。南方四季如春，非常美丽。可是，一到春天呢，大雁又要飞行几千公里回到我们的草原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草原是他的出生地，是他们的家呀。南方虽然好，也只不过是他们暂时居住的地方。只要天气回暖了，不管路途多么遥远，也不管遇上了什么艰难险阻，他们都会回到我们的草原，回到自己的家。你韩笑老师呢，就像大雁，他在外边不管经历什么诱惑，遇上什么困难，他呀一定会回来的。真的？我保证。哎，码头啊，嗯，这事儿你不要告诉韩笑啊，啊，让他担心。哦，知道。不许再调皮了啊。
眼睛瞎了，绿灯了。敢惹我，就这么憋着火了。怎么着啊？哎，你下来，来劲是不是？哎，动手啊你！我。你知不知道公司里很忙？你现在把我找出来，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吗？来，坐。在利益上，我们各有所需。我希望你在立信能够继续做下去。韩笑代言已经公开，我现在也做不了什么了。我们要在代言人韩笑的形象上动动手脚。什么？拍摄地点改了？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小梦，怎么了？刚刚来电话说《伊娃》杂志的拍摄地点改了，说要去米兰庄园。没关系，你再睡一会儿吧，到了我叫你。不好意思，天宇遇上点麻烦，马上就到了。不用等他了，我们开会吧。不出意外的话呢，这周立信就会撤诉，所以我们要抓紧定一下下面的宣传方案。媒体组要跟进媒体。难道他来这是跟安妮约会的？怎么没有看到安妮的车啊？那不是韩笑的车吗？他来这干嘛？今天应该是给《伊娃》杂志社拍封面啊，他怎么来这儿了？对广元心他们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那个混蛋居然打我脸，这样被叔叔看见了又该骂我了。是在米兰庄园吗？合不合适不需要你来管，你不要给我废话，你就按照我说的办，我就是要毁掉韩笑。好，行行，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摄影师的助理。啊，你好，请问拍摄是在这里吗？是啊。啊，那请问化妆间在哪儿啊？啊，后边第二间。哦，行，好的，韩小姐，我们先过去吧。啊，等等，等一下，导演要我们先谈谈拍摄的想法。哦，你们先去吧。啊，行。导演就在这儿啊。好的，那小张，我们先走吧。啊，请。哦，请坐。韩小姐，你好。导演，韩小姐累了吧？先喝点水。我们今天啊拍那个产品宣传片，啊，我的想法是这样的：你想象啊，在一个空无人烟的大草原上，你一个人骑着一匹白色的马，
然后啊，慢慢的在草地上往前走，天空蔚蓝，这样你的心情豁然开朗。撤诉吧。啊，就这么算了？本来就没有打算起诉华城，只是为了求得一个喘息的机会而已。咱们公司的情况你最清楚，如果一旦工商局介入调查，那咱们欠债的事儿就会曝光，吃亏的还是咱们立信。嗯，那吴总，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？法国的莫纳酒业已经终止了与华城的合作关系，成安邦正在抓紧和意大利的一家红酒公司谈判，市场上亦是只有我们立信一家，情况大好，暂时还不用担心。你先出去吧。好。吴总，我有个消息要卖给你，这个消息啊，怎么着也得值10万块钱吧。你抓住安妮和胡云翔了？那倒没有，但是吧，我发现一件特别特别大的事儿，就看你舍不舍得花钱买了。哼，那说出来看了。是关于韩笑的。韩笑，快接电话！快点接电话！快点接电话！哎呀，笑笑，吴所为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你老婆，是你前妻，我当然不会报警了，我不会自毁华强名声的。我已经在路上了，你快点来吧。门被锁了。哎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怎么还不来呀？哎呀，急死我了！都半小时了，还不来？韩小姐，哎，刚才的意见我已经说过了，你有什么样的好想法？我没什么想法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就按你说的做。没事，你说吧。真的没有，我不太懂。韩少，哎，米小丽，你怎么来了？那个，韩少，我有点事儿要跟你说，你先给我出来一下。哎，我在工作呢，一会儿再说。工作什么呀？我要跟你说点那个。关于程天宇的事儿。程天宇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先给我出来再说。哎呀，等我工作完了再说呀。工作完了就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韩笑，你跟我走，去我们那儿拍，我们那儿地儿大，你可以好好工作，快点。哎呀，跟我走。你别拉我呀。你怎么了，韩笑？我不知道。走走走，走，咱们走。天宇去追照片了，放心，我们会想办法把照片拿回来。我要去报警。哎哎哎，你不能去报警，这种事不能传出去，要不然你这辈子就毁了。你滚啊你！你滚！
可是呢，已经明确拒绝再跟华晨合作。那现在我们只有三个备选的公司，一个是在意大利的罗马，还有一个我们可能……胡鑫，程先生，你要干什么？没你的事儿。把照片给我交出来。这是莫妮卡的房间，不容你放肆。行不行？我连你一起打。程天宇，有什么事冲我来。给我，把照片给我交出来。你真够卑鄙的。商业竞争，各凭手段。他无所谓，没有保护好他的形象代言人，关我什么事？你到底做了什么呀？他把韩笑骗到郊外，给韩笑拍了裸照。你恨的是无所谓，不要害无辜的人好吗？无辜？你说谁无辜啊？你说韩笑无辜吗？我还真没看出来。他现在的曝光率有多高，呆萌公主的人气有多旺，他给立信挣了多少钱，你算过吗？我所做的这一切，都不是为了我自己。光为了我自己，我根本就不用这样的手段。程天宇，华城马上就要恢复经营了，市场份额都被立信占着，除了毁掉他的形象代言人，你能拿出更好的办法来吗？你根本就是在发泄你的嫉妒，不要扯上华城。随你怎么说，我只是好奇，你跟吴所为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你怎么一点愧疚感都没有啊？我没有。丧心病狂！我丧心病狂。我自从进了华城之后，处处为华城着想，哪怕是陷入经济危机官司，我都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。倒是你，一直都袖手旁观，还对我的努力不屑一顾。程天宇，你要知道，这个公司是你的。我所做的一切，不管是光明正大也好，卑鄙恶劣也好，都是为了公司，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，都是为了你。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拿出来，那当然我就不用这样了。可是你呢？你偏偏就是一个废物。所以，你就只能用我这个丧心病狂的女人。我要取消和安纳斯的合作，我要让你滚出我的公司。好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我一定可以。需要谈谈。我是丧心病狂，手段用尽，那又怎么样？你就不爱我了吗？我第一次对我的爱产生怀疑。所以你也不过就这样，为了一个无所谓，你就愿意毁掉整个世界吗？我没有世界，我的世界早就毁掉了。你为什么不能在那片废墟上重建你的生活？像无所谓那样吗？你就看不得他过得幸福？对，我就是要让他在地狱里陪着我。莫妮卡，我不能让你把我一起带入地狱。随便您。如果我要求你退出安纳森，你要多少赔偿？我会让我的律师明天去找你。哦，处理完华城的官司，我就去美国着手公司分家的事情。你早点休息吧。Thank you.
爱。安生，安生，安生，啊！安生，你醒醒！安生，米大记者，你说这照片值多少钱？米大记者的名声我们也听过，咱们都是拿钱卖命的。安生，你醒醒！安生，照片，你们追照片去！我去追照片，你们报警。安生，你看着办吧。程天宇，程天宇，照片呢？照片呢？没给。他不给，他是你合伙人，华正是你公司，他不给算怎么回事啊？你就是个废物，就是个大废物。对，我就是个废物，我根本就是个废物。宣传组把你后边的通告全部取消好不好？你一定很难过是吧？好了，你别想太多了，我来背你回家吧。来，来，来，我们回家。